还有我们这猛得很，开的这个宝马740回老家拿几个碗呢，他们来的碗够油钱不？那六十几啊？啊姐！哎呀，行了！啊，没脖子。啊。啥呀这是？老红猪样子。你弄个那发型，你有我三分之一帅不？哎呦，我老红猪样子。你往哪个不一辈子往？就这，我帅型。嗯。哎呀，你那大头就发现了。他说你别很着急了哈，你这是我用你这手把哥，我把小鸡给你留下来了。因为着急穿衣服。哎呦，人家那人家一般是穿不走个嘞。啊，你说他另外穿都穿不走。他兜里这地方啊，贼猛啊！哎呦，好吧，你看这王。摆不烂啊！哎呦，啊，什么动物？摆不烂不是哥俩？哎呀，哎，哎呀，你看多结实！这个你们这个，这个不中，你拿这两，那两块，你的包烟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多少年了？包，这碗找不着了，这碗不好找了。那你这碗现在，多少钱了？这是？他这个说了一百来年了。一百多年。哎呦，我这对。有你回去换真的有吗？有，你回娘家的。你留一个吧，到时候给你那儿。真是看他家不？这都是有人，这都是有人的那个。哎呀，猛得很！人家喝洋郎，跑了喝洋郎跑老家来的那专用的玩。还得必须得开到个奥迪740来，开到家个奥迪740。这一百来年这玩就这，不要老糊涂不？再往咱这陕西嘛，搁这。拉菲去，拉菲陕西，拉菲陕西，拉菲。这个车猛得很吧？猛得给你了，猛得你这头不是你这头咋跟饿了道似的呢？啊，你这个头型很刁嫩。不是这个奥迪740不能吧？不能，给你了。不要啊！我管不了。你会开吧？不会啊！不会开。我跟你说，你开这车，我给你弄十八的呀！你快点！喝完了。你还得叫他能胖下我的？有高压平底箱吃不到也不行。啊？有高压平底箱吃都不行。哪会不行？是吧？行。我拿盐水吃的干净。吃的干净。包可以吧？快点！